Lee, Bruce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, 1940. I'm 24 right now. Ladies and gentlemen, 有他教曉我們不是東亞病夫和尼姑 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唉，唔願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尼姑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唉，唔願睇死自己。公元2000年，中國5000年，60年前呢度曾經出過一個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過一啲事，行過一條路。 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國人，中國精神。佢拍過電影4、5部，透過活動嘅影像，贏過幕上前所未有嘅動作、速度、拳腳、道路、哲學、角度、無分角度，用現代嘅電影製造，向全世界解釋中國功夫文化又行咗一條新嘅道路。截拳道、大懶堂今次喺呢度，淨係想你做翻一個似樣嘅中國人，可以學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。你點做？試下又問下呢度，點解又有一班失敗嘅人？ 唔知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，有佢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尼姑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佢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尼姑，都可以做翻自己，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 一个大中华，一个李小龙，每一个中国人唔系佢觉得骄傲，西洋拳剑柔道咏春不怕狂怼十二路，各门各路各式各样，每一种招数佢都用，只不佢记录低，唔使做乜嘢门派嘅徒弟，以无法为有法，你自己就系最好嘅方法，要真正表达你本质，只系最积极嘅武打。佢拣咗呢条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创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，佢嘅主张做人要有自己嘅态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规就原地踏步。 Str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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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ong.